Hello，大家好。有一位广东的老板，他喜欢我家里前不久下牛仔的那一头母牛，说了好几次了。外面光线好一点，我现在放出来看一下。现在进去赶牛出来。这牛仔不肯出来，现在换出来了。我们也比较喜欢这一对牛，他看上了，就叫我们帮他寄过去。很喜欢这一对牛嘞。就是前不久下的这条小母牛，这个。还不错，长大了很多。他第一次出来了，很开心。这有点怕了。这一对牛谈好就是22,600。我帮他开了警运票，就直接送过去。面，好开心呀！现在把它灌起来了。